我还以为这只该死的鸽子已经失踪了呢，没想到是有情况了。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黑色的鸽子，他们两个现在正在菜地里面散步嘞。以前也经常有鸽子飞过来，但是他都没兴趣。我相信这一只黑鸽子，他一定是有兴趣的，因为我家这只傻鸽子从来不下菜地，今天居然陪另外一只鸽子在菜地里面走来走去，很不科学。哎，你终于发现我了，不用向我汇报，去吧去吧，主动一点，大胆一点，你们之间就会有故事。今天飞来的这一只鸽子有点怕人了，我刚刚尝试靠近它，只要一靠近它就飞走了，这不又飞过来了，我现在都不敢离它太近了。放心放心，我不会干预你们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我在这里观察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家的这只鸽子居然没有对另外一只鸽子转圈圈，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哦。他们就在菜地里面走来走去，真的就是散步，以我对它的了解不应该呀，难道另外一只鸽子真的是母的，对我都能转圈圈，而且还经常咬我，现在见到同类了也不转圈圈也不咬它，就安静地跟着，这很不科学呀。你过来干啥？看你这情况，哎呦，我就知道有点不对劲，我又没打扰你们，你过来咬我干啥？过分的啊，看到没，他平时就是这样对我的，看到我之后不是在我面前转圈圈就是不停地咬我，真的觉得我好欺负是吧？称个重。哎呦，这鸽子最近长胖了一大圈呢，重了不少，但是这咬人的毛病必须要改改，不然的话哪一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指不定就给你煲汤了。哎呦哎呦，好痛啊。哎呦，你这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不得了了你。哎，飞了居然。鸽子的飞行能力有的时候好强啊，我经常看到它飞到云层上面去的，特别高，飞回来了。哎呦哎呦，不在我手上我就阿弥陀佛了，不然的话不停地咬我招架不住啊。就让他们安静地培养感情吧，说不定它会被别的鸽子给拐跑，到时候就不会咬我了。下午的时候两只鸽子都不见了，到处找了都没发现，我以前养的鸽子就是被别的地方飞过来的鸽子给拐跑了，这不汪汪队都派出来了，都没找到这只该死的鸽子，没了。哎呦，刚说完它就飞回来了，我还想着这拐跑了还挺好的，以后就不用咬我了，这怎么又飞回来了？而且它还朝着我的方向跑过来了，看到我还挺激动的是吧？那一只黑鸽子我估计应该是已经回家了，他追过去可能还挨打，所以又灰溜溜的回来找我了。所以说了，这一份痛苦最后还要我自己来买单。你们说我到底做错什么，养了这个该死的鸽子天天就知道咬我。没办法，从小把它养大的，所以说我只能自己承担哦。哎呦哎呦，这咬我好温柔啊，都不用力了，多半是饿了，自己飞回去吧啊，给你搞点吃的。嗯，看方向应该是已经回家了，走吧。吃饱喝足，你可以继续出去了。哎哎哎哎，干啥干啥干啥，你怎么跟那个鸭子是一路货色？哎呦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这样就走了是吧？也挺好的啊，再见再见，不要回来了。前几天我不是当着狗子的面把他的火腿肠给那只黑猫吃了吗？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几天只要出来看到黑猫他都往死里追。你这该死的狗子，你现在的嫉妒心理有点强哦，这样可不好。咋啦？说你还不服气是吧？给你搞火腿肠你又不吃，你这意思火腿肠你不吃的时候我还不能给别人了啊？是你买的，过几天给你买几箱狗子专门吃的鸡腿啊，火腿肠已经配不上你的身份了。走，我们回家去，过几天我给你买鸡腿。回家的时候别人家养两年半的鸡他都不追，特别友好，就是对黑猫有很大的仇恨，现在只要这个狗子跟着我，我想撸一下那只黑猫基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说我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地出去，不让他跟踪我。
但是这狗子好像在我身上装了定位器一样，我都躲这么久了，它又找过来了。第二次在山上我们又相遇了，你真狠，我是服了你了，走吧回去。这一次我学聪明了，等它彻底睡着之后我再出去。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状态睡觉它是不会跟着我的，说明它特别困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出发了。这一次狗子是真的没有跟过来，我们去找那只猫，有好几次那只黑猫都在这里，但是今天没发现哦，我都找到树林里面来了。从这条路下去我们再找一下。那一只黑猫没有发现，但是别人家养两头猪，您别说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撸猪我是没有兴趣的。再见了。经过我反复的寻找，最终发现了一只黑猫，是不是之前那一只哦？我有点脸盲，分不清楚。它有一只脚断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短了一大截，应该不是吧？而且它这个状态特别怕我，应该是我刚一靠近它，它就跑了，对我敌意特别大，龇牙咧嘴的。主要是我已经分不清是不是之前那一只黑猫了，给我的感觉不是。本来我还想再靠近一点，它被吓到了，直接钻到这里面去了。走吧。我都出去转了一大圈，回来之后这狗子还在睡午觉，看这状态是睡得挺香的，还没睡醒呢。指望你这狗子看家护院算是完蛋了，估计你自己被人偷了你都不知道。快起来快起来，运动一下，不要睡了，你这个午觉睡的时间有点久了哦。看这个状态是还没睡醒呢，站在这里眼睛都还闭着。在换了个地方又睡着了，好吧你睡吧啊，反正那只猫现在已经把我当仇人了。总之我觉得这狗子做的还挺对的，因为我们养的有鸟，它什么动物都不会欺负，就喜欢欺负猫，给我们家的小动物有了更多的保障，做得特别棒。我也没说你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啊？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摇都摇不醒。算了，晚一点来看它，刚在树林里面钻了一圈，好热，回家洗个澡。后来有事出门了，我还一直担心它是不是生病了。刚一回来，很远的时候看到我的车，他就过来接我来了，这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看到我不下车也不往回开，他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了，他的尾巴都摇圆了。我们先回家吧，不然的话他一直在这里等着。我先走了啊，见到我好高兴呐、啊、走回去吧，赶紧去休息吧啊，再见了，我可不给你疯了。哼，现在我特别激动，快去睡吧啊。